演员者张龙森、金龙飞、董九力，有请。他是个傻子，说这个事儿的为什么？兄弟，咱入伙太硬了。这硬什么呀？这他妈都爆了大灯谜，大伙儿有没听过大灯谜的吗？不是兄弟，你演太快，他们来不了。那没事儿，没事，有我呢。是啊是啊，有我，我为了今天这场演出，怎么样？我找了64个破包了。破灯谜呀、啊！哦，他是个傻子，不是，脑子不好，智障。我给你打回灯谜吧。那给谁猜呀、啊？没给你猜回灯谜吧？我不傻呀、啊。你看他，瞧他那样，不傻呀、哎？他哪儿傻呀、啊？就傻。你现在就说你傻。我为什么呀？你大声说，因为咱是打灯谜。我打灯谜，我就得承认自己傻的呀。不信，不信，真的，真的，不信你被我猜了，脑瘫急转筋，你猜吧。猜一个脑瘫。对你，那你考考我呀。猜一个小灯谜，考一考你。我听听你这破包袱。还真猜，什么叫破？优秀，优秀，优秀，知道吗？啥呀？说啊，嗯，注意啊，我的灯谜可来了啊！说，朱元璋登基的时候，登基完按照这个规矩啊，得去寺庙祭拜一下。哦，哎，到寺庙祭拜了，嗯、朱元璋就问这个方丈，问朕用不用下跪？哦，方丈说了8个字，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危机，还解救了全寺人的性命。说哪8个字？这我怎么猜的？这个不知道吗？这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您告诉我哪8个字啊？哪8个？方丈说：“嗯，嘿，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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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张龙森这辈子没想到这包袱能响。我董九力这辈子没听过这包袱。这包应该写、啊、对呀、啊、必须得说就是我张龙森、哦、要不然演完他不知道我叫什么我长得跟个棉签儿似的这包有点棉签儿了棉中有力以后我就叫棉签了大伙儿叫我您也不用叫我张龙森了见面叫我签儿你很有野心管你叫什么也得叫谦大爷，叫不用叫大爷。就给我猜一个，猜一个。那这么多破包袱，你再猜几个？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说。我还准备准备。问你啊，问你啊，嗯嗯，星星知道吗？星星我倒不知道，天上 star。天上的星星不是那个星星。等会儿您这，人家。专业的名字质量，对我都有日子没在德云社听过。
你知道谁能走出来？你说谁呢？我没事，没事。因为便利店24小时不打烊。哎呀，怎么会那么喜欢破包？不是，包的太热情了。六哥刚才那么多正经包袱，一个没有。喜欢破包袱？那你要这样啊？你这你要说打着邪包袱，那确实不行。怎么样？咱实话实说。嗯。因为这个，咱这你这挺前卫，是不是？我你这老怂，我可能后头，露出你阴森的感觉。你这样。
山羊，绵羊啊。行。啊，对，绵羊。绵羊。他把毛剃干净之后啊，嗯，睡不着了，问为什么？他抑郁。不是。他这个冻的。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呀，嗯，失眠了。拽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能说，嗯，但是还有一些谐音不能说。什么叫谐音不能说？比如说肚子疼了，肚子疼想上厕所了啊，在台上忍不住了，怎么办？怎么办？捂一捂啊，捂一捂。我怀疑你是不是刚才在阴阳某些人。大飞你来，哎，我来问你，没辙，我来问你，那个。
明白了，您是不是看东西那个比较虚火有影儿，哦，有这个虚影儿，有重影儿。您这个叫什么光？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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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光啊，青光，青光，眼神不太好。哎，你查去，上医院查去了。那个大夫说，这个你这个眼睛度数有点高，哎，你得戴眼镜，得戴，是吧？嗯，戴眼镜就说明你是进了桥，进了桥。那个大夫给你见解。对吧？你不说建议，说见解，就见解呀，见解。嗯，哎，行，我算了啊。哎，今年12号了，12。对，12号。对，哎，咱们15号发工资了。哎，你发多少钱？甭管。咱们关系好啊，甭管。我问你，好，发什么呀？我也甭管。发什么呀？冥币。哦，冥币。冥币，往下聊。你冥币给谁呀？上交给谁呀？媳妇儿。你冥币上交给你媳妇儿。你管呢？我们俩阴阳格格。我给解释一下，他肯定想说阴阳两隔。这个演员在台上说格格。阴阳格格。有对象？嗯。结婚了吗？这不废话吗？不聊天儿。我有对象，肯定是有。哦，结婚了。嗯，娶了几个呀？正好娶的正好。哎，数正好。你说你这个结婚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得领这个结婚证啊？你领了结婚证之后，以后你填这个单子，结婚这个选项你填终结。你是得跟你对象一样。进行中。那个单子里边你得填身高吧？得填。你身高多少啊？比你矮。比我矮就是没你高。具体点儿，比话筒高。再具体点儿，比灯矮。再具体点儿，比话筒高。你来回来去就这句是吧？你来回来去问呢，你来回来去就这句。你问，好家伙，还得看我呢。我问啊，你看今天来这么多观众吗？是不是高？不行，您放高一点。那放心，我给您掐着呢，我给您掐着。您看今天来这么多观众啊，都是看咱这个底角来的。对不对？他底角叫什么呀？张建宇。你看啊，
人令狗，也不太像话是吧？对，那个狗养狮子狗，咱就有话题了啊，有话题了，因为您原来养过狗，养，您原来狗叫什么？柯基，哦对对，品种柯基，哎，柯基几条腿呀？他那个啊，他那个他是这么多。白行，我下台我给你买那1.5度的酱酒白，没那么低。